spend too much. I like how we just met, and I'm not even slightly afraid to be opening up. I like that we've been sitting here, hands moving around the clock, and I still can't get enough. No, I can't get enough.我出去啦，拜拜，早点回来，拜拜，好。每天单人照，收工，出门，出门。哎，Hello。哎，你要不要吃东西？我吃完了，我先上去收拾一下东西哦。哦。怎么你在洗碗呢 ？Hello。你吃东西了吗？没有。你们都吃过了吗？没有，我准备煮个培根拌面，你要吃吗？好呀。其他人没回来吗？没有，就 Jasper 回来了。哦。好冷好冷，赶紧换衣服。快换衣服啊。是的，突然间变冷了。And just a kid growing up in a small town. All I ever really needed was my crew around.Sweatpants, no fear on the T-shirt. 今天去哪里了？末日啊！啊，你终于去修了，我都没有找到附近的店。我没有找附近，我去市中心去弄了。哦，上次折掉了，又懒得去弄。幸好你回来救活了我，不然呢？你在干啥？不然也太难了吧！突然之间，竟然捡到一个这样子的培根。去拿快递了。你吃的啥啊？面啊？这不是我煮的那个莹莹煮了一个面。谁？莹莹。嗯嗯。这是他煮的。哎。这他煮的这是什么面啊？方便面。方便面怎么长这样啊？它有那种炸酱面，你可以吃，还有那个韩式的那种泡面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辛拉面。昨天那个不行，昨天那个太吓人了。深圳跳伞你没关啊？跳伞没事儿。要不我拍让你做饭的打出来，贼带感是吧？猛男做饭。猛男做饭。对，居家猛男。没拍到鸡肉，你假装在切菜吗？假装切，我是真在切，好吧？怎么叫假装？多拍一点点，看菜啊，行，可以，很生活，每天都在给大家，我来探一下肩。Coming like waves, I hit to the side.
啊，玩一会儿。大声点，外面听都听不到，反正。我什么都没有。哎呀。只是有一点吵。如果你感到寂寞，我带给你热闹，陪你揉一揉。我要唱五月天的歌。可以啊。主要是吧。主要是吧。人太。让我拍一张。唱歌吗？来拍吧。嗯哼。都不露正脸吗？你就露正脸呗，你就随便点做就好。可以可以，太刻意的侧脸，太假了，刻意的侧脸，太假了，笑死我。还行，买了一百张。没事，他也挺刻意的，他假装在切菜，你看手写菜。他这一点都不刻意，好吧？不行，我要做个。假装在喝水是吗？来吧。那你能不能换？你坐这边来。光强一点吗？嗯，对。拿平底，你拿着就行。你这样打上喝水太丑了。嗯，可以这样。为什么你给别人拍照还要摆 pose？ 因为我要找角度，好烦啊。其实我很烦的。还好不刻意啊，还可以，好看的。好看。好看的。哎，我好像瘦了哎。什么时候我线条这么清晰了轮廓？因为它这个色差比较大，对比度强而已。可以可以，贴上去。嗯，我觉得这样侧脸的好看。快，你帮我拍。你会吗？我不会啊。你看着那个小圈前面那个黑白色是摁，你先别摁，你先别摁，别摁。按什么？摁这个。按这个是吗？对，然后这里面看这个孔，然后里面有个小圈是对着人的。来来来，拍照拍照。你在这。三二一，哇，这真的是猛男做饭的样子呀。猛男做饭我给你试一下我这个颜色。好，然后我再给你先拍一张，然后我们好呢把它们贴一些了。看他这个，我也想搞一个拍一个，试一拍合照。快，你们要来吗？坐过去一点吧，好像不熟的样子，快点坐过去。一二，我好像眨眼了。每次我也是，每次那个光一亮，没有，你要定住，就是你眼睛一定要定住。嗯、我定不住。让我看看这个啥。为什么我给你拍这个颜色这么淡呀？因为可能你手晃了晃。不，它还在。要晃吗？这样子会比较宽一点。那不会晃的把那个。不会。你看你甩就出来了。这样的吗？对。我应该把头发弄一弄，看我这糟糕。我头发有点怕。我用你的帮你们拍一张，我想对比一下。可以啊。嗯。可以摆回同样的 pose 吗？专业小摄影。换一个吧，一个位置换一个。我要坐下，坐下面。你坐下面，你坐下面，脸就这样去。那我可以。对，然后你在他后面有点错位。三二，不要眨眼哦。他难道在后面做了什么奇怪的？没有，他比了个心。那比了个心呢。那三秒钟的谎言。三秒，看一下就知道了。维持三秒。哎，我真的觉得你的这个曝光会重一点，看看呢。它还没有亮出来。我的色调黄一点，更白是吗？对，你看我的色调黄一点，好好吃呢。对，还没出完来。嗯，对，这是比较黄一点。嗯，可能是滤镜的感觉不一样。哪个出来了吗？嗯，你可以这不还没结束，你就知道它一个比较黄，一个比较白。嗯、哦，对，我觉得可能我自己个人倾向会喜欢黄一点的。对，你室内是这样，可能你就室外会好一点。对，对，因为亮一点。那个是粉色的，偏白的，偏色的粉。对，有点粉啊。嗯，这个会有一点。大家到时候会不会就是我们去选照片，然后看，咔咔咔还巧。丑照都不让人拿走，都要留着。
我们拍的所有的都贴上去，然后大家到时候抢。我要把头发放下，你看我这两个刘海。我就争取抢所有人的丑照，到时候一张一张。你帮我拍拍，我帮你拍。不是，我给你俩拍。先给他拍，你可以拿这个相机，我拿这个相机，我们一人拿个相机给你拍。你这还有多少纸？那我很害怕，我上面还有相纸。对，那可以把这个给七七吗？我很害怕拿。不相信我的技术是吧？不是，我不要脱手，从来都不脱。哎，你可以拍我在拍他啊、哦？对呀，你坐上面，我坐下面，你可以打横拍，这就叫摄影。这样的吗？对，是呢。你去按哪儿？一样的。啊哦，这儿，你比如你被卡住了。这个、3、2、1，这同时出来的声音可太好了。可以，可以。看都没看着的，可以太假了，真的是。他的感觉可以，感觉到位了，就感觉到位就行了。对，不甩的不会把他那个叶什么。我们三个人来自拍一张呢。可以啊，坐下，坐下，坐。那我坐前面嘛。好非主流呀。看看，我给你贴上助攻尖尖。有没有感觉回到了初中的时候？有。对。好非主流呀。那个色调。对。是。你们两个可以坐这里吗？我不想动。你们能看到这镜子吗？坐到这边，他的相机对这边，对对对对，那我来看看呢。哎，好，都入镜了，3、2、1，我眼睛又瞪得像铜铃一样，他那个光一闪就忍不住使劲的眼睛瞪得像铜铃，看看我。我觉得我拍的一定比他拍的好。谁说的？看我拍的出来了吗？这张吗？这个是不好像不是哪张是啊？我看看呢，这里的这张吧。天哪，这是在干嘛？做自然呀。我觉得我拍了两张都很好看。哎，我喜欢这张一点。哪张？这张吗？我觉得他这张拍的好看一点。我没有见过这样的自己。这多俯拍呀！你不是多酷啊！你不要怀疑我的技术，你们两个。这张是捂头，我在干嘛？头很痛。这张应该有点晃，看看呢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初中生吗？哇，你看你这张，你看，我手抖了一下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双下巴。我去坐一个。那坐好吧。哎呀，我要睡着了。不想工作了，那工作躺着吧。可是我不工作，明天也要工作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就在找这个纸，我先把太阳擦完。啥也不是。我要干一件事情。干啥啥？你画了呀？太早了，我起不来。对不起，小梁。擦亮了。你也可以在家待着了。给你待着。你要不要跟我们在外面坐一会儿？坐会儿吧，就聊天。我没找到我的音箱，他上来给我们唱一个。可以，欢迎光临。你还在工作呀？嗯。哎呀，天天上班下班，好不容易休息还拉他去爬山。我俩明天晚上还得补个晚餐呢。你要是不想吃也可以。我当然想吃了，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。能多吃一顿是一顿。我逼你。跑着干啥？我跑着干啥了？我跑着干啥来了？我跑着。我拿个衣服。你不给人家拿一个，你给把他腿上盖着呢。请细心呗。妈耶！你呀、啊，你现在这个状态呀、啊，倒退10岁，多少沾点幼稚。
谁在投球啊？凯子哥。凯子和恒子哥吧。他们俩真是用不完的力气。真的，真的太有劲了。一个冲一天浪，一个抓一天娃娃。一米九，大个儿，挺壮，在那抓娃娃，抓半天抓不出来，是够丢人的。贝贝工作几年了呀？我在这边工作快一年。多认真，看看，快十二点了。现在谁给我一句楼，我直接把电脑砸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打工人就是这样。我也是打工人啊，那乙方啊。做乙方很辛苦了。还要碰到你这种呢？拍鞋的广告，但是没有鞋也行，但是也有很多好的平台方或者说甲方。我去年遇到一个大客户，就很大的客户，就是一线大客户。然后他就说：“我相信你，导演。”我说：“你就整吧。”我说：“好啊，我可乱整了啊。”然后他也看不懂，他说：“为啥呢？我看不懂。”我说：“你信我，这必火。”说：“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你信我。”火了吗？火了，火了。那这种我这个可遇不可求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深圳也挺舒服的哈，节奏也挺快的，我觉得深圳。我觉得在哪都一样，你可以有很快的节奏，你可以有很慢的节奏，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决定。很多人觉得北京压力大，我从来不觉得北京压力大。你在哪儿你都能活下去，无非就是你想要的是什么级别的东西。这两天这个节奏真的让我回到了那个时候在荷兰的日子。尤其今天你知道把单车拿出来了，哇，那感觉一下就有了。我觉得就好像在做梦一样，这几天。对啊，你说把那单车，我在荷兰没事的时候，就是八骑单车，兜里揣一苹果，跑一大草地上，单车一人往那一躺吃苹果，吃完了再去另一个地方，啊，路上饿了买根香蕉，买个面包啃一啃，这种感觉太难得了。Baby，你知道我们两个都是为了单间来的吗？我进小屋大门之前，我还在说。在车上说，我说我进屋第一件事打完招呼换完鞋我就上楼。结果你知道这两个仨分单间的分房间的时候，他也不吭声，我也不好意思说，然后就那样说句，我要早起，我每天七点多我可能要上班，然后说我说那不行。我说那不行，那个我说那怎么弄。我在下面词儿都想好了，我说你俩名字这么像，要不然你俩住一起吧。我词儿都想好了，我就是张不开这个嘴。我也是，我那话都到这儿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但凡使点劲儿就出来。我说要不然我住吧。我记得我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打呼吗？你说可正常情况下不会。然后我就问俊阳说不，然后我说那是你们早起吧。俊阳说早起，我在打呼和早起之间选择了打呼。所有的朋友们现在在小屋里面的进展都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了，大家都会关心孝良和玲玲会不会回暖，那么七七和俊良他们的感情能不能升温，凯凯和花花到底往下应该怎么走，所有的问题我相信在下个星期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更近的知道答案。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本节目由喜欢你每一刻的伊克活泉独家冠名播出，伊克活泉伊利集团荣誉出品。朋友们，这里是喜欢你我也是唤醒剂，感谢各位，下周见。哇我来自取其辱，下一届奥运会没我别看，真不错呀，宁，我真是太贴心了。贤惠，我是觉得，真的就是要享受当下的这个所有的感情，我要丢开所有的顾虑，我就是要做我认为我也要做的事情。就我如果我想对你好，我就是要对你好，就是这样的一感觉。我觉得达成共识。走到今天这个时间段啊，我觉得太阳约会对我来讲很重要，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来。